应该承载小小高调的因素，纯真的画面却配上强人乐谱。有没有些黑周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欢迎三位大驾光临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嗯，嘿嘿嘿，我等你们好久了。糟了，这是一个陷阱，我们中计了。啊？中计了，中计了。既然进来了，就没那么容易让你们出去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就是神，我要你圆就圆，要你扁就扁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只要一个名字。是谁让你们来破坏我们的计划？快点说，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。去吧，顿，让他们尝尝你的厉害。就算死，我们也绝不会出卖同伴，仁爱精神。你们冲，我也冲。现在怎么办？没办法了，拼了吧。看来你们还是不明白。好，我们来好好让你们明白吧。好快。动作太慢了。哎呀，就看你招架得了多少。人家跟你拼了，打死你。徐金，你的四九好不甘心呐。你这个笨蛋，笨蛋，笨蛋！你打死他们，谁来告诉我们幕后主使是谁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算了，只要这游戏一直存在，他们就一定会再回来。就让三只臭鼠多活几天吧。哼！
然被那大屁股给杀了，真不甘心。那是他们的世界，我们还能逃出来已经很侥幸了。哟，巴巴他的六四，等我回去把他们给宰了。我的头盔呢？就这样进去，只会白白送死。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？你们看。哦不，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那是什么声音呢？好像是这里传出来的。是小可爱的声音耶，小可爱。好疼啊！轻点儿，轻一点儿。可以啦，让我看看。人家的爆炸功夫还挺不赖的嘛。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吧？是谁把你们伤成这样的？让人家试试看。小可爱，快跟人家说，到底是哪个狠心的家伙把你伤成这样的？小可爱，快说嘛！就要从我们回来开始说起了。你们三个像发了疯似的，戴着头盔拳套在工作室里捣乱，还把所有的音乐器材都砸毁了。就在我们上前阻止的时候，你们住手啊！我厉害的乐器！突然，一个庞大的黑影凌空跃起，向我们挥拳直下。喂，等等！你们的意思是，是我们把你们打成这样的？这就奇怪了，人家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呢？一定是那盖亚之门搞的鬼。盖亚之门？你是说那网络游戏盖亚之门？你们进去玩了？我们刚才的确是进去过了。这就难怪了。其实我这一趟出门就是为了调查这个游戏的底细，看来又是黑周一的另一项杰作了。这跟你们挨打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。这个游戏虽然能把玩家带到虚拟的世界里，可是那是指视觉和精神上，而玩家的肉体依然留在现实世界中，所以当玩家在虚拟世界有打斗动作时，就会反映在现实生活中。人家如果在游戏里打的是克尔，那在现实世界里人家打的又会是谁呢？这么说来，大家都是因为游戏里的反射动作才会发狂的。达夫比我高，人家好像打不了他耶，除非是卡比卡比啊。原来这就是你们挨打的原因啊。哎呦，我可怜的宝贝哦。你们既然进去了，可有什么发现吗？一切都只是个陷阱，他们早就埋伏好了，一心就想打听你的消息。哦，看来他们要的人是我了。你们三个听着，
这游戏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我要你们马上准备，阻止它继续扩展。遵命。事情办妥了吗？你放心吧，老板，一切都很顺利。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有所行动了。哼，很好，只要捉到他们，就可以揭开那个神秘人的真面目了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允许有任何差错。所以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要把你们的力量再次提升，提升到更大、更强、更无敌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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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救命啊！不要打我！不得是违反法律的行为，请马上停止。请马上停止！闭眼！哎！对！谢谢你的光顾，谢谢你的花朵，我们今天就好心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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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心情。之音将永无休止。谱出光明的凯旋之曲。是驱走恐惧的正义之歌。消灭盖亚之门，打倒黑中医，真爱正气长存。在那里呀、啊！哼哼，终于露面了。老板，他们终于出现了。很好，马上行动，这一次绝对不能有任何差错。知道，游戏开始了。当贪婪焚烧了人性，唤起了这幽灵之歌。作为你我安息的象征，让诅咒环绕心中的白光，邪恶是伟大的歌者，歌颂黑色的勇士别离。奏起撒旦的安魂曲，恐惧将化为死亡的脸孔，让沉睡的灵魂无法苏醒。把哀怨编成不眠之曲，回响于寂寞山谷之中，感受那生命结束前的沉沦。
去死吧！准备。呦呦呦，就让本姑娘先发招吧。震怒之风。真爱之剑。旋转之盾。打死你。我还有更厉害的呢，别再闹了，办正事儿要紧。知道了。小心啊。Nelly， 我们联手还击。明白，出招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怎么又是你们啊？讨厌！哼，来得正好，这可不是什么虚拟游戏世界，正好可以让我们一雪前耻。那就要看你们有多少斤两了，接招吧！不好了，好了，你那里准备。他们怎么变强了？讨厌，这根本跟游戏里一样嘛。你们总算明白了，不论是在游戏或是现实，你们是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的。就让你们再尝尝我们黑周一加强版的力量。加强版力量。轮到我了，快逃。逃不掉了，逃不掉了！是烟雾弹，要小心！老天，好多好多雾啊，我看不清楚啊！逃！那三只臭老鼠不见了，岂有此理！又让他们逃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卡比卡比，是我，到。卡比卡比，你没事干嘛打扮成这个样子啊？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很帅？嘿嘿，这可是我精心为老朋友设计的，我要一辈子成为他的噩梦。
竟然跟我玩这一套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把你给揪出来。就能够进一步。Come on, girl, 我们追梦不却步。认知出就诞生，快乐生活就在不远处。也这就是幸福。